那我们打普通关卡吗？还是你要打那一张？打普通关卡好了，不然到时候没有王，不是没有没有那个。他三七呗，他打这个好。好。打普通。七分，你要打七分吗？不要，我要打。好。他现在多三个嘞，第二弹。洛特之剑。他们插王塔，还有一个魔法盾。他盾啊！这三张攻击力都蛮高的，血也还够。蜥蜴跟打塔，跟打跟打坦，跟打坦。他们攻击都差不多啦，那个贝利亚攻击最高，然后龙第二，可是速度贝利亚比较慢。都可以啦，平均三，平均加。好两个。平均加，平均加，好。这个好像都怕防那个攻击，所以你。好了。这两，刚才那两只怕攻击啊。准备啊，准备啊。好开始啊。630，头盔破坏640，比主角多一点点。他吐火哎，准备躲挡哦，慢一点按哦。688，强哎！701，它最高了，攻击力还是最高。哦，很多哎！大家用我。平均吧，平均。哎，还有一个哎。随便你。哦，1086哎，哇，攻击力好高哦！哎，换剑攻击力变强，好强哦！835，好 KO 哎，你很强哎，我们的哎，攻击力变很高。哎，其实主角攻击力变很高哎，因为他的装备的关系。有吗？出现气息没有？
们按掉吧，看什么卡片。那五星卡会再出吗？很难说。他刚出完啊，而且要出一张四星呢。对啊。我插盾对不对？插盾跟网卡。小恶鬼，小恶鬼我们没有了。制裁粉，看你要什么了，选没有的好了。这个有了。不行嘞。好，选没有的，选没有的。两个都买了。选没有的，选没有的。好。快点啊，快点！我下面就这样。好 OK 啊 ，OK 啊。我这样可以吧？你用它原本的啦。你有多的卡片，你再换是吧？我们挑战一次积分赛看看，我们看我们可以打多少。打一次看看。什么东西？没有。打一次看看。你要勇敢尝试，你什么不要这个都怕那个怕。爸比当你靠山的时候，有人当你靠山的时候尽量。总有一天你要自己出去闯，不要那么害怕，知道吗？掉出来了，给爸比。铁板兵，好，我们拿到这张小卡片，好，下一关，拜。